赶紧生块煤啊，温度就能回上来。该点都该点了，我们不需要这么多。现在就可以安心把炸药桶给搓出来，因为沿途的医生包我拿了也拿了两个了，啊，医生不一定有这么多时间去做解毒剂。这里的话，骨头会比较多。我们可以捡点木头，到时候造图腾。